よろしく。ミレマユ解散？三国的名字是什么？为什么ミレマユ解散？哦，你说那个美玲不知道我有几哥哥的那个吗？ミレ昨天有密我。好啦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在吃麻辣锅，是麻辣锅吗？麻辣卤味。我安，你看，我现在就是辣到口红，没有涂口红，但是有好像有口红一样，因为太辣了，太辣，嘴唇直接红起来了。怎么办？超好吃的，好久没有吃麻辣。嗯，可爱。雷公啊，午安，晚安，戴戴，少男，一只美，耳朵很红，因为好辣，真的超辣。姚地狱，初学，一代，司马威 ，purity， 郭切，暗红，やばい辛い泣ける，辛すぎ，ワイラ。超辣，マジで辛い。けどうまい。一级恩恩，一零，配爽。吃面。辛うま。大家晚安。Look， 卡丘，鸭皮汤萌萌一鸭皮，在吃晚餐，大家有在吃吗？大家有吃晚餐吗？你们吃什么？因为今天太冷了，冷到快不行哎，烫，被烫到了。好烫，好烫！晚餐吃自己煮的咖喱，你真的很会煮饭，天哪，好厉害！你刚吃饱，而且住在日本的话，就是一定要自己煮饭，还比较划算。日本外面卖的真的太贵了。这样比较便宜，对啊。你以后可以当家庭主妇。Marcus Lemon Andy Yakitong Yakitong， 我最喜欢吃菇类的东西，金针菇。你可以有，你只可以叫老婆去上班。然后你在家里顾小孩，然后就是煮饭那些。我才刚吃完，你吃完什么？你吃什么？这样感觉比较放松吗？是吗？妈有大姐姐，还有小弟弟，
传奇，勇哥 Tommy 讲，卡拉，我在吃麻辣卤味，好吃但好辣。しかもちょっと頼みすぎたかもしれん。え、你知道为什么？那个，谢谢你的冰晶，谢谢你的冰晶，谢谢你送我礼物。嗯，还有坤坤、庄哥尼、伯乐、易凯，然后他娃哥。EPHE Meryl 玉玉鱼鱼ハリュ今ね辛いあの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お鍋みたいなお鍋じゃないけどお鍋みたいな食べてますめちゃくちゃ辛いこんばんはデンジョーデンジョー、うん、デ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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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してたん？学校行ってましたよ、学校。めっちゃ辛い。なのね、これね、今口紅塗ってないよ、全く。ほら、全く塗ってないの。でも辛すぎて、唇真っ赤。しかも耳も真っ赤。我现在没有涂口红。但是现在吃辣，辣到这个真的很辣，然后就我的嘴唇跟耳朵红起来了。めちゃくちゃ大好き。そう、我喜欢吃辣。めちゃくちゃ辛いのが好きで、本当。ああやばい。でも鼻水垂れる時ってあのマーラーのマーがきつい時だけよね。ラーの時はあんまり大丈夫かも。あと熱いもの食べたら。ちょっと冷めてるかこれ。小栗子，接我，哼哼，他们，接我动，困困安安，胖胖，谢谢你的冰晶，功夫，还有功夫，今天，就，もちろんデリバリーです。あのね誕生日クーポンみたいなのがね今日までだったんよ200円引きのだからそれでそれ使って頼んだそれ使って頼んだうーんお鍋マーラー鍋すごいよね何でもあるからね本当に何でもあるほらしかもこんなに大きいねキノコとか入ってるんよお肉も入ってるんようんうん你什么时候有耳环了这个吗这个是七七给我的，雨晴给我的，开门的人，大阪人ですか？对不起，没有念到你们的名字。维尼熊，灵狐，阿贵仔仔仔，爱心的梅子，鸭格，三重，罗杰。啊，太多了，好意又讲文恩 ，FFJV 和绿涵。昨日の入る配信は忙しくて来られなかった。没关系です，大丈夫です，気にしないでね。でこれ麺を、麺食べきれないわこれ。七七好像也喜欢耳环的感觉，对，七七很喜欢浮夸的饰品，当然喜欢饰品，他有很多饰品。谢谢我救了小弟弟的冰晶，谢谢 Only Alpha 的冰晶。だから今日は絶対見ると思ってた。あ、ごめんなさい、こんなあの晩ご飯配信で、ごめんなさい。でもめっちゃお腹空いちゃって。小五，啊，
そうそうそう、なんかミレイが昨日あの昨日なんだっけ忘れた、もぐもぐ配信見て思い出した、えなんだっけ、あそう、お兄ちゃんいるのって聞いてきて、でえいるよって言ったら、知らなかったって言って、それでファンのみんなに解散だって言われたって言ってた。かわいい。他不知道我有哥哥，我好像有讲过啊，但是他没有记得就好，记得啊。波波吧，南斗南斗，卢特，もぐもぐ配信期待じゃない。吃泡面没有？哎，那个卤味。谢谢小五的真情告白，谢谢你每次送我真情告白。間に合った。でも遅刻した。多吃点，多穿一点。多吃点真的超冷。我今天在学校跌倒，然后手肿起来，真假的？你还好吗？阿林、William、欢迎。じゃあ、めいちゃんは、あやみさんに妹いるって知ってるわ。めちゃくちゃ可愛いし。雅人、邦方、陈飞哥、宣扬。卤味就是要加，对对对，这是韩国 QQ 面，韩式 QQ 面。好吃呢，但是面太多了。やっぱりまゆちゃんでもされてるのはどういうこと？弟もいるし妹もいるよ、見れば。何をでもされてる？明明就有十八十九度。あ、真的吗？那今天可能是下雨吧。然后我去学校的时候超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早上没那么冷，然后下午到五点左右的时候就真的超冷。然后明天社团课又要丢瓶子，什么意思丢瓶子？一方的にアイムさんと仲いいと思ってたけん。咦？でもお兄ちゃんいないって、お兄ちゃんいることを別にそこまでみんなに言ってないからね。で、なんでまゆのお兄ちゃんの話になったん？まず。めっちゃ気になる。为什么昨天的美玲的直播有讲到我哥哥的事情？みえちゃんめっちゃ兄弟多いし、しかも一番上に見えないのに一番上っていう。谢谢小五的冰晶。花式调饮社是什么？好酷哦，有那种那么酷的社团。なんでだったっけね？で、誰がお兄ちゃんおるって知ってたん？まず。ジョンカニが言ったん？ジョンカニがミレちゃんに、マユちゃんお兄ちゃんいるよって言ったん？你日本的七八度，七八度都不觉得很冷，台湾的十七十八度居然很冷。我觉得，因为台湾是会下雨，然后湿湿的会更冷。就是我不知道哎，而且风好大，今天的雨就是乱下哎，就是一直洒洒水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是撑伞根本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用最初に言ったのは私ではない。台湾湿冷，对，日本是干冷。台湾的冷是很不可思议，台湾的热也是很不可思议。我有哥哥啊，已经三十岁了，好大哦！这样子想真的很大。哎，四月就要三十一岁了。嗯，把杯子丢来丢去，原来辛苦你了，冷到骨子里的冷。嗯，对，真的。麦讲空班咪 ，Hello， 田中，谢谢 Tomo 的应援棒。とりあえず見れまえ思ったほど仲良くなかった。でも別にお兄ちゃんの話しやんもんね、私が。ルーター、谢谢你的 love。まあとりあえずミレちゃんは代わりに怒っといて。なんで麦ちゃんのすべてを知らないんだって言っといて。哥哥是四月十号生日，他不能说，他不能十四月十号生日，他不，我那
整嘛，我姐姐是3月25号生日，3+2=5，很简单的生日，3+2=5。言ってた、ミレイがライブ配信終わりに LINE してきてた。我是在你哥哥的生日前几天，前两天，8号。ミレイパパ絶対若いでしょ。だってミレイ多分20歳の時の子って言ってたから、今だってミレイが38歳とかだよね、多分確か。でパパが20歳だっけ、で お母さんが21歳の時かの子供でしょ。うわすごい、私の記憶力。我怎么知道他的历史。麻油是老公ん老吗？麻油是老吗？嗯，什么意思？姐姐的生日跟姐心差不多。对呀、啊，生日嘛，就对呀、啊。盖瑞来了，七七。嗯，一直么咕噜咕噜嘟嘟。老妖，老妖是什么意思？老妖，我以为是什么的么哎。老妖是什么意思？嗯，对对对，最小的，那就最大的是什么？老大吗？パパより年上の自分は、じいさん。いや、私のお母さんはもう多分52歳やから。それより上？それより下？对、老大。哦、是哦、是哦。老大跟什么？老大跟老幺？我是老幺、而且我哥哥姐姐都是比我大很多，八岁九岁，所以我是很任性的老妖。广东话的话，最大就是叫大佬，大佬一定很对啊，对我是一直被宠爱的那个烂，看得出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土豆嘞？土豆感觉是有哥哥的感觉，有吗？没有哥哥吗？没有妈妈よりは下です。ほら、ティーチャーティーチャーのさ、あの、ティーチャーティーチャーの曲にあるやん。パパより年下だったらオッケーみたいな。笑える。没有，我是老大。啊，你是老大，真假的？那你有弟弟还是妹妹？还是你只有你一个？マジで。汗が止まらん。Martin, hello Martin. Kevin, lovely. 这个老大跟组长不一样。组长哦，对啊，一直到台湾也一直被宠爱着，粉丝们。对。Strike zone 広すぎ。我是个不 kill 的哥哥，对不起妹妹了。你有妹妹？真假的，你有妹妹？自分はミレちゃんと同じ年の長男がいます。哦，マジで？そうなんだ。ミレちゃんと同じ年の長男？なるほどですね。え、じゃあもうミレママたちと変わらんのか、世代が。ミレママたちと変わらんのね。長男がいるの。じゃあもう高校生で次大学生か。不要ネタバレ，就是美玲不知道你有姐姐。啊？没有吧？她知道我有姐姐，她不知道我有哥哥。她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有姐姐？因为她知道我跟姐姐超像。安皇，谢谢你的冰晶。春、長男ですよ。じゃあさ、めっちゃ一つ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もしさ、息子さんがさ、自分の推してるアイドル
と付き合ってて、そのアイドルを連れて帰ってきたらどうするめっちゃめっちゃ気になる、この質問ずっとしたかったのね。じゃあ例えばミレイちゃん、じゃあミレイちゃんにしよう。じゃあミレイちゃんと、だからめちゃくちゃ嬉しいの、え嬉しいの、へえ。あジン、谢谢你今天也来看我直播。然后昨天美玲就呛美玲，什么意思？哇，你就呛美玲，真假的？他不知道我有姐姐吗 ？Hello， 高级秘书。我刚刚问他说，因为有一个日本粉丝，有一个日本粉丝有跟美玲同岁的儿子，然后就问他说，如果哪一天儿子交往的对象是自己推的偶像？比如说他的儿子跟美玲交往，然后就那儿子自己的儿子带美玲回家，然后见你给你认识，他说很开心耶。ぜひうちの嫁にと思ってしまう。嘘。でもそこで気づいてしまった。い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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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んかこれは嫁にしたくないなってなったらどうする？知らないふりしないとだよね。えでもどうするん、それでさ、もしさそれでさ、ミレイとか、私ミレイがさ、ハリウのなんかもう全てを知ってたとしてさ、なんかずっとなんか、あイベントにも来てくれてましたよねみたいになってさ、それなんか自分の彼氏とこう お家に行ったらなんか、えハリウさんみたいな、そのあーなんかすごい想像しちゃう、楽しいこれ天中Hello 四推，爸爸拿出老婆的应援物，这感觉好微妙。楽しいよね、めっちゃ。有没有这么巧？哎，不好说啊。搞不好你的同学的女朋友是偶像，怎么办？这个真的会羡慕吧？就我的话，如果我推的偶像，然后他的男朋友，哎。不是，我同学的男朋友是如果我喜欢的偶像的话，我就杀死了那个女生同学。感觉真的不好说。美玲的爸爸很年轻，对啊，好像跟勇哥差不多大而已。哦，真的，原来马友哦，对，马友的姐姐是比我大八岁，七八岁，因为她是三月生日，所以年龄的话就八岁，但是。那个年度的话就七年，懂我意思吗？对，年龄八差八岁，然后我哥哥是比我大九岁，对，所以哥哥三月生日，所以啊不是，哥哥是四月生日，所以快要二十，哎是三十一岁，然后姐姐是快三十岁，真假的？我姐姐要三十岁，天哪，他们都还没结婚，我姐姐很漂亮，跟我很像啊，好像不对，就跟我很像。我那个收回一下，姐姐很漂亮那一句，好像我很听起来我很自恋。可爱，同学的话要呛过来。麦捆绑吗？维诺。连土豆沙队都成立了，笑死，这样差好多。我只记得我跟你哥姐姐都差不多大，对呀、啊。说到重点了，跟马友很像，然后很正，跟你很像就是很漂亮，但是她是比较温柔的脸，啊那个，タレ目だからね，她是吹吹的眼睛。お兄さんより年上かも、俺は。三十。牛仔，嗯，马友比较大是吗？请问马友跟姐姐的头比较大，当然是我比较小吧，我比较小啦，我的头不大啦，是跟那个成员一起比较的，做比较的话就很大，那我跟一般人比较还是普通啦。结果很累的人当然的。陈锦姐姐不想努力了，你不想努力了。啊我想要。
要打喷嚏，不是，不是，啊，待待，はい。え、そういえば質問があります。どうぞ。今天哦，对，露肩。これで学校行ってたんだよ。レンレンと何話した？昨日なんか言われたんだか。いや何も話してないよ。本当に何も話してない。思い出した。あのね、ジョンカニさんのインスタどれって言ってたからインスタ教えただけ。今天好好看。めっちゃ寒い。寒い。まだ在吃。麻辣卤味。嘘つけ。いやマジでやって、本当だって、本当だって。あのねリンリン天真なんだっけ、天真なんちゃらかんちゃらかんちゃらみたいな、単純天真みたいな感じでしょ。であのファンの人のインスタこれだよって言ったら、あー落ちた落ちたって言ってた。それだけで、いつもね、あのね1位になるんだって。でこれまでね1位をね、あの1位じゃなかったことがないって言ってて、で2位になったこと1回あるけど、1位の人に譲ってあげたから2位になっただけで、なんか今までずっと1位なんだよって、それだけ聞いた。それだけだよ。本当は悪口なんて言ってないよ。いや言ってない、本当に言ってない、本当に言ってない、マジで言ってない。寒冷的天气露肩、インスタも知られてたで。偷懒、说好的包面被直播。我不会，我会被姐姐骂了。ボサボサ、よいしょ、まっちゃん、あよ、眼睛ほんほんだ、まっちゃん、まっちゃん、あんなこい、いた、好了、バイバイ。はぁ、还在吃饭的时候。穿十遍一点比较好，又会被斩倒，对吧？蛮好可爱的，可以吃啊，一定可以吃的。お餅で拭いたらダメ。え？そういうアイデアがあったか。お餅で拭けばよかった。虐待動、絶対動物虐待のところで電話される。毛衣只是变形的棉被，棉被也只是。没成型的毛衣。嗯，你在讲什么？好，吃饭，いただきます。刚刚把它喷进去里面了，但是还可以啦，就是清胃的概念，对，清胃的概念嘛。又一个因为卤味牺牲的成员，麻油知道把头发要国际礼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我刚刚是不礼貌是不是？什么意思？罚钱要，然后呢？然后呢？
这个要怎么办？不是啊，咬着要怎么办？咬着这么要怎么绑啊？哦，我知道了，不是刚起床的，这样的意思。嗯，是吗？哦，你有感。嗯，是这样吗？有用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哦，好吧，你们开心就好。啊，我要继续吃饭了，谢谢买我好了，你好了，你好什么好了？男人的变态女人，变态男人们的，为什么喜欢这样子？我不懂哎。安好，咖喱饭不是麻辣，麻辣卤味。谢谢 love 安好的 love， 吃卤味真的要小心。谢谢你提醒我，但是你害我喷进去了哎。这个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它又是麻辣沾到了吗？哎，为什么那个好像？啊，刚刚那个，刚刚好像荧幕脏脏的。诶，刚刚你们没有，应该没有看到。啊，对不起，好像刚刚，嗯，刚刚没有，没关系。谢谢安魂的 love， 落日一笑笑，谢谢你的冰晶。对劲，你刚刚是害我喷进去那个，喷进去卤味里面呢。Cake， 谢谢你的爱的熊抱，真的性觉得性感，是啊，脖子的 line 会很漂亮，这样的话，哇，なんでしょう、ダッシュ在の中に混ざるの、うっかりそう、うっかりです。阿哲，第一次吃，第一次看麻辣吃东西，好像就是麻辣系列。退后一点，对不起，来不及后退。哎，好近哦，对不起，帮 QQ， 什么意思？来不及了，五千两百浪费花了，飞了。あれはただ雲のエフェクトだけ。谢谢静 RJ 的四叶草。刚刚有一只熊要抱你，没有抱到，真假的？为什么没有看到？哦，是我太近。哦，对不起，是我太近。但那个时候，我没有太近，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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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送我熊抱，熊拥抱。刚刚没有以为的粘掉，其实是厕所。哦。是这样吗？刚刚马友以为的粘掉其实是特效哦。原来我想说怎么会红红油油的？想说这边都没有粘到，哈哈哈哈哈！第二个四叶草道歉一下，不会，麻辣色呆哦。我想说怎么会粘到？啊、哦，真是的，对不起。天然，这不是天然，这个不算，这个是，就是时间点的问题。什么叫躲台的？为你想，刚刚毛衣事故才是天然。我知道我会弄脏，那故意的。妈的，反应我很慢，害我喷口水。
何の話してたっけ忘れたわ。前より全然変だ。あ、对不起。我是很近吗？太近吗？但我在吃饭，没办法。对，故意弄脏，看你们有没有看得很专心，有没有专心看？インスタ教えて話してる。あ、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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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ジョンカリのね。不用道歉。不会啊，我都说很有意思了，眼睛转来转去，很好玩。眼睛转来转去。Plus Rex。欸，我今天想跟你们说一件事情。我不是说要一组一组报告吗？然后今天第一堂课是要讨论报告，然后因为我只看过一次而已那个同学，然后后来就是下课后就有讨论一下下，然后后来就是想到有一个粉丝真的长得超像他，然后我就跟同学说，我的朋友说。刚刚那个男生你有认识吗？他就说没有，然后就说怎么感觉很像我的粉丝，然后但是不可能是我的粉丝，就是如果是我的粉丝的话一定会跟我说吧，就是啊我知道你是 TeamTP 里面的成员，我这次跟你一起报告之类的。但是我有想，如果我的同学如果你们的同学是你推的偶像的话会怎么样？谁？哪个粉丝？你的同学是麻烦吗？不是，我觉得不是，一定不是。但是我有想，我今天有想，如果我的同学是我的粉丝的话，会不会很难合作啊？我在合作，小声美玲，我们解散了，不要来看了。小声美玲，不要来看，我们已经解散了，已经米连马友じゃなくて马友になったから马友。还算这朵你要哄我啊，你要安慰我啊，不然嘞啊你这样一来就说什么开箱呀，不行，这样不行，你要安慰我，你要学会安慰的部分。对，再一次，小声美玲不要来了，我们解散了，来求我原谅。快点，不然我要越来越热闹了，越来越激烈哦。小三美玲，这个小笨蛋，你十五呀。Yankee 来了，福冈的八加九，福冈开山过的共傻的一只。Hello 英雄猫，クラスメイトが僕のアイドル、なんかライトナブノベのタイトルみたい。わからん。その意味が。昨日でした。解散コンサート昨日。私出演もしてない。もはや。アイダムガンソーディンリー。笑死。你要学会安慰的部分啦。快点啦。你都18岁了。你真的要学会安慰的部分。你要哄我。懂我意思吗？那你爆笑。所以你要跟我说。就是好听的话，然后让我原谅你。你怎么不知道我有哥哥？我都知道你跟你的爸爸20岁，然后你的妈妈21岁的时候结婚，然后就生你，然后你有妹妹，还有很可爱的弟弟。我都知道你的历史了，你怎么不知道我的历史？我以为我们感情很好哎，结果这样子。呀，你这一切都那条都上当，操呀，我知道你的爸爸现在38岁，然后你的妈妈是比他大，我知道，我知道这么多，我刚刚是故意说错，妈哟，
有最正，马有最漂亮，马有头最小，傻眼。美玲的头真的超小。小轩，さっきミレンの話しとったんよ。あのね、なんかハリューのあのね息子さんがミレンと同い年らしいんよ。で、ミレーがもしハリューの息子さんと付き合ってたとして、あの息子さんのご家族に挨拶しに行くってなって、それで現れたのがハリューだったら、ハリューは嬉しいらしいんよ。じゃあミレーちゃんだったらどうする？てれ。みーちゃんは怎么这样爆料人家？谢谢小薰的告白气球，谢谢小薰的告白气球。反応少ない？付き合うならすぐにできになっちゃうけど。我们要说现在啊，就是比如说，没关系嘛，就不要那么认真。就是我现在是幻想，你现在，我现在是那个绘画里面的那个故事，知道吗？真的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好吗？但是我想要幻想嘛，不要破坏我的幻想。So, 我的幻想，原来大阪桥架是这种风格。大阪桥，哎，我吵架了就我是很会很不会吵架，但是我生气了就会安静下来那种，最可怕的那种，就我不会吵起来，我不会直接吵起来，我就默默的安静下来，然后隔天就没事。这样，可是要看那个吵架原因是什么。卡蒂娜摩说：“你妈给我吵起来，跟我米列多喧嘩したらもう私多分一生無視してるだけだよ。”小薰，谢谢小学员。正色，正色是什么？可爱，看我看美，妈有没当过八加九吧？你们的八加九是什么样？怎么样才是八加九？可以有方言吵架一下吗？好啊，哎，じゃないわ，じゃないわ。刚才福岡から那个台湾に来た、小山美恵ってやつがなんか調子に乗ってるみたいで、ちょっといてこますぞ。大阪人しか聞き取られへんらしい。いてこますぞ。一点都没事做，这是大阪方言的，怎么讲？我就会打爆你了的那种感觉，一点都没事做，不是太凶的感觉，是吗？一点都没事做，还好吗？いや、福岡の方が怖いからね、本当に。福岡は本当になんかもうブブ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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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たいな感じでしょ。ね、ミレちゃん、ミレちゃんまだいますか？ミレちゃんまだいますか？怎么样的人是八加九？这个问题就是もっと八加九，什么意思？どういう意味？全く意味がわからない。調子には乗ってた？調子には乗ってたが、八加九是台湾鬼杀队。直接就开上呀！原来你就是那个心机女。大阪 vs 博多の戦いや。ヤンキーの話をしたら話したらじゃないよなど。どういうことや？大阪と博多に挟まれとるやん。ヤンキーなのって聞かれて、ヤンキーってどんなヤンキーって聞く人はヤンキーの証拠だそう。よくわからない。じゃでもね、台湾のさ、あのさ、そのさ、八加九のさ、概念、我真的抓不到他大家的概念。いや、就是我有问过同学，八加九算怎么样的人算八加九？他们说，骑摩托车没有戴安全帽，然后一直穿拖鞋，然后穿比较超牌的那种，然后就是看起来就算八加九的人，然后就想说。ちょっとヤンキーとは違うのかなと思った。ミレ昨日足湯行ったんやろ？足湯どうやった？行きたい足湯。
でももううちに足湯あるからね。言ったっけ、足湯のマッサージ機みたい。足湯の足湯機買ったん知ってる？罗姐，那就是知名知名粉丝千小千啊。Hello， 香菇，米兰麦又解散了，米兰麦又真的解散了。まだお肉を一口も食べていない。麦有今ヤンキーよ、一个很不好的分类法，很粗略。大致上就是坏学生，是坏学校的坏学生。嗯，真的吗？对，我刚刚 no more me and my you， 真的，因为我刚刚小三美玲进来，那个臭小三美玲进来之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吵起来，我就跟他说，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就你不要再来看我直播了，我们就直接解散。然后他，我以为他会跟我说对不起嘛，对不起嘛，哎呦，这样最漂亮，好可爱哦，妈呀，我最爱你哦，我的姐姐之类的。我以为他会来这样撒娇一下，结果呢，他居然跟我说一句，直接解散。可恶！好哦，好哦，你想要这样就这样啊。小智，白果，阿奎，奇迹，这不是小学生，我们切八段吗？所以没有给他到啊，说个过了，结果呀，绝什么绝交，我们绝交，我们国小的时候都这样，绝交。私はお腹が笑ってますわ。どういうことや？お腹が笑ってますわ。すごい日本語。ハロヤンヤン。ねえ、さっきめっちゃ悲しいこと起きたん聞いてくれる？あのね、もともとなんかタートルネックみたいな着てたんよ、白色の。で、今マラルウェイを食べてるのね。でさ、あの一人のファンの人がさ、ここでさ、なんかここら辺に赤いのついてるよって言ってきたから、これでプシュってやってティッシュで拭こうって思ったんや。そしたらここでプシュってやった瞬間にさ、ちょっとなんか角度間違えちゃってさ、このプシュが思い切ってルーエンの中に入っちゃったんよね。なんかだからあんまり美味しくなくなってきた気分。あれは汁物食べる服ではない。いつも ASMR。 そうだっていつもね、晩ご飯時間にねしちゃうからね。あ、まあ、いっか、今日も晩ご飯配信でっていう。結局シャンシシシジミン四推 AKB 四五周年ね。十五年前麻油在做什么？十五年前我是七岁，所以在跳舞。我在跳舞。嗯，超哥之前业配时间吗？对，业配时间，我真的可以业配这个，因为我们家有，我家，我不是我们家，我们是谁？我家是有猫咪嘛？哎，等一下，美林咪我什么意思？待っ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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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う謎いってマジで。ミレ本当に LINE してこないで。違う、ミレがもう本当だね、今本当になるわ。しかも読めない、ちょっとやめて、そういう読めない LINE やめて、本当になる。もうこういうことするから見れて嫌いよね、ほんと。もう何もないよ、何もないよ。ほんと嫌いだわ。メリンガンガンミーウォーの方じゃ、ハハッシャー絶対やばい。お腹痛いじゃないわ、ほんとに。そういうのダメだよ、そういうの反則だよ。ちなみにん？在我美麗的背包里放一次老鼠吧。这个不行，美玲真的会生气。
哦，应该是那时候七岁的时候是跳那个早安少女的歌的舞。Hello, Min, come on, 美玲终于哄你了，差不多差不多。我刚刚说什么？哦，对，昨天前天我跟美玲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查到为什么美玲常常看到老鼠。就是每年常常看到活着的活什么时候活的活着的老鼠，然后还有死掉的老鼠，然后想说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就是那种 spiritual 的感觉，然后我就帮他查了一下，然后听说是老鼠是神呐、啊、或者是天使派来的，那想要就是告诉他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派来的。Spicho，你是咩呢？摸的个呢？老鼠女神吗？不愧是科长美玲。我今天走回家的路上有才看到老鼠，那应该是神派来的。神派一只老鼠去找你，应该只是同步巧合，不是？我觉得是天使。故意把一只老鼠，对，你们都不信这种。我都是ネズミの生存で、いやネズミ年とか関係ないやろ。じゃあだってトラ年やったらトラ見るんかいって話やしさ、ヘビ年やったらヘビ見るんかいって話やしさ。だからさ、ネズミ年っていうのは関係ない。だからすごくいっぱい調べたよ。いっぱい調べた結果、神様とか天使がなんていうの？派遣してるらしい。找他干嘛？我也不知道，就可能在迪士尼派来的。可以不要讲嘛。你们查看看、啊，我就查了，为什么常常看到老鼠？为什么会看到死掉的老鼠这样子？然后都是查到那种天使派来的之类的。对啊，我和那么多年真的也只看到两三只。我也是，我看过一只吼的老鼠，然后一只死掉的老鼠。然后吼的老鼠是很厉害哦，我跟你们讲，我跟美玲走回家，然后我看到老鼠在旁边这边我要怎么解释啊？我没关系，反正就这样子的路。哦，这个手机的这边好了，然后我们两个在这里，这样。美玲跟马友啊，美玲跟马友在这里好了。然后一只老鼠，过来，嗨，过来，老鼠，这个是老鼠，然后它就这样子过来，然后我们也是这样，然后美玲跳了，看到老鼠之后就这样子，然后啊。摸奖，不是你的玩具，一袋，反正这样，然后老鼠一袋，你干嘛？好痛耶！你们看不到的，看得到吗？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要这样子过来，然后就啊，一袋，母鸡在这里，然后一直抓我，给你们看，摸奖，抓。我讲抓，为什么不抓了？为什么不抓了？好吧，算了，反正我再讲一次，反正老鼠这样子过来，然后那时候看到美玲转个90度，然后这样过来了，很厉害耶！我也没有想到，我以为他只是要这样子过而已，然后结果是看到美玲，然后这样，厉害吧？我觉得超强，所以呢，我觉得老鼠真的很喜欢美玲。那母鸡冲过来撞人，也不是撞人，但是真的是往美玲的方向。我这个真的没有骗你，真的是往美玲的方向，也不是往我这边。对，美玲是鼠王。猫就是这样，真的。
莫吉，过来，过来，要不要吃罐罐？过来，过来，过来，这里，要不要吃罐罐？还有除毛膏，过来，过来了，怎么啦？你要吃什么？我们家人看到藤类就跟鲨鱼一样，对，鲨鱼对我 wink 了。好好听到麻薯喵喵叫，哇滴滴，什么？那什么？噜噜噜噜？哎，麻薯比较常呼噜呼噜，对啊。麻薯是麻油跟麻薯是会说中文还是日文？都有哎，就是偶尔，嗯。中文六成，日文四成。水族馆好玩吗？嗯，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我自己好玩是因为觉得看到鱼觉得。我觉得很好吃，所以就是看得很开心。但其实是蛮小的 ，expert 蛮小的。阿杰是说，他以为是更大，然后那种演出是更完整的。但是我是，所以阿杰是没有很喜欢。阿杰说没有很喜欢，那我是，嗯，我觉得还不错啊。原来阿姐也有去，诶，不是阿姐吗？嗯，我忘记了，应该是阿姐，我忘记了，好像有一个成员去，然后我那时候在讲，然后有人跟我说了，我不知道诶，我不知道，忘记是谁了。你怎么跟我一样？我边看边想，都在想吃东西。对马友来说，海城店比水族馆好玩，有可能吧。叉叉 L， 哎，不是 L， Leo， 所以麻薯又说中文又说，对，他是 bilingual， 应该问水族馆鱼看起来很好吃吗？信じられない。我们違う喋るのできなんて。ファンに嘘、そうだよ、嘘ついてない。剑阁，谢谢你的枫叶。好，我也一起忘记了。对啊，我也忘记了，就是成员太多了，我有时候不知道谁讲的话。好像有听说，有可能是我同学，也不可能，因为我跟同学一起去的，所以这不可能。嗯，看到哪一种鱼？就是那种鲷鱼那种。啊，当然啊。我觉得，因为我除了台东以外都有去过哎，嗯，而且去了还蛮多次，台南、高雄、台中，台中我真的去过超多次了，我不知道是几次了，真的是超多次。然后花莲也有，苗栗也有，嗯，彰化也有，澎湖也有，哎，澎湖不是澎湖，垦丁也有，垦丁是两次吧，对。可能就是真的比很多台湾人还要知道台湾的景点。鲨鱼觉得蛮好可天哪，我们真的很多年没另一个人的世界的 big news 了。台东花莲没去，没有台东，台东我没去过，花莲我有去过，花莲是去那个啦，嗯，原住民的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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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三个字那个什么，哎呦，夏天那个，嗯，原住民的那个叫什么，嗯，啊，对，丰年祭，对，丰年祭，对，有去过丰年祭，太麻里不是丰年祭，我带妈有去哪里，台东吗？发发会带我去。法法
好吃。好辣，好辣，好辣。Rex， 谢谢你的冰晶。嗯，谢谢你送我好多。食べ終わって何そうなんよ。結構多いの量が。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啊，你说，但是台东有什么？我想去，虽然很经典，那个，嗯，啊喏，那得给热气球，我想要搭热气球。家でゆっくりするときは何飲むの？あ、最近ハマってる牛乳。で、あのね、ヤクっていうね、CM、シャオ牛奶、ヤクっていうね、ヤクっていうね、なんか牛乳がね、最近流行ってるんやけど、私の中で。で、それの牛乳がめっちゃ美味しくて、甘くて美味しい牛乳が好き。今日もちなみに一本飲みました。牛乳、いや、本当に美味しいの。いや、本当になんか、牛乳瓶に入ってる牛乳で、で、甘くて、そう、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の。大家有喝过吗？烧牛奶，ヤク。じゃあその CM があるんよ。ヤクってさ、脱法、脱法。何のことを言ってるかわかりません。なんだっけ。浄化に全てを荒らされた。なんだっけ。あ、そう、大家有喝过那个吗？烧牛奶吗？最近有广告那个ヤク的那个牛奶，那个真的很好喝哎。我最近超喜欢喝那个，我都在喝那个。我当真的很喜欢。对，ちなみにこれね、昔嫌いだったけど今食べ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れ。猪血糕，猪血糕は多分ね、豚の血を固めて作ったお米の餅みたいな。美味しいな。艾瑞克，脸好红吗？辛いのやげる牛乳だよね。そう、辛いのやげる牛乳だよね。あんま美味しそうに見え、美味しいの。麻油油不吃台湾的东西吗？嗯，虽然不是什么台湾的东西，但是我不吃香菜，也不吃苦瓜，也不吃青椒，对，这三个而已，其他我都吃。猪血糕。一开始我不敢吃，然后鸭血也是，我鸭血我吃了一口，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来五天，然后那时候姐带家人带我去那个台中，然后吃鸭血糕，对，然后哎不是鸭血糕，不是鸭血糕，是什么鸭血，然后就吃了一口就吐了，鹅胗超好吃的，鹅胗很好吃。你讨厌香菜，我超讨厌香菜。总之会吃蒜泥白哦，我跟你说蒜泥白肉我已经腻了。我是射手座，没办法，我是很容易爱上一个东西，然后很容易腻，所以我吃了好几天的蒜泥白肉便当，然后就现在有点腻了。对，嗯，好快，对，我已经腻了。香菜好吃，小心。吃了一口吐了，现在怎么吃这么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也不知道哎，就很好吃。腻了就跟土豆一样吗？对，土豆已经腻爆了，没有了，没有啦。到现在，妈妈最喜欢的台湾美食是臭豆腐吧？我臭豆腐真的很爱吃哎，就很好吃。我喜欢炸的臭豆腐。然后喜欢台式泡菜，我一定要加台式泡菜在里面，我就有你。美味しいらしいね、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よ。ね、もーちゃん、生气了。ハリューさんはヴァンパイアの素質ありますよ。
え、マジで美味しい。本当に美味しいよ。食べたことある？本当に。そろそろ小籠包が食べたいな。最近全然食べてないからな。かゆい。ないです。食べてほしい、本当に。次来た時。麻油真的很台湾人。是吗？谢谢。这一定是夸奖我的一句。そんなのティンタイフンなんでね、高いところ行かなくてもいっぱいあるんだ、美味しいところ。パクチーとバニラが好きなの？バニラは私も好きよ。でもね、あ、あとね、ティラミスも別にそこまで好きじゃない。ティラミスま、ティラミス我没有很喜欢吃。嗯，就觉得那个味道有点怪怪的。撩失败了，呜、哦！哎，等一下，我看一下，你撩什么？阿奎也腻了吗？以后请叫我腻酱。怎么那么可爱，阿奎？怎么那么可爱？以后麻友一起到日本卖臭豆腐会卖吗？我不要，因为日本人很不喜欢闻那个味道。有，如果有臭，没，不会臭的臭豆，哎，不行啊，臭豆腐明明就很好，很好闻。我来到台湾快一年的时候，我去夜市，然后就闻到，哎，闻起来很好吃，这是什么很好吃的味道？然后就自己吓到了，原来是臭豆腐的味道。然后因为我一开始觉得臭豆腐真的很臭，但是我住了一年多的时候，对，我就居然觉得臭豆腐真的很香。九尾吗？你吃过臭豆腐吗？没有，是美食雷达。对，我有美食雷达。誕生日のケーキの時に言ってたね。そう。牧場也是因为叫麻薯叫你了吗？没有，就他有很多名字。猫酱、墨迹、墨迹、麻薯、麻吉，哎，居然有反应啊！乖乖，漂亮麻友叫我你讲，谢谢麻友，哈哈哈哈哈。お腹いっぱい。お肉だけ食べよう。お餅、よんだ。本当そんな感じだったね。うん、って言ってた。麻油鸡可以买麻油鸡，我没有很喜欢麻油鸡麻油哎、欸，再去什么麻辣卤味，已经冷掉的麻辣卤味。麻薯是小姐，麻薯小姐。我每次po文是写说麻薯小姐，因为她很像我姐姐。那麻薯小姐，麻薯小姐，麻薯小姐，嗯，麻薯小姐，嗯，怎么了？麻薯小姐，哎呦，麻薯小姐，吃罐罐吗？要吗？要，要，好，等一下再给你吃啊。等一下再给你吃的是大小姐，好可爱的。お餅お姉様、そう。陶罐罐的对啊，他很聪明，他是小聪明，而且他可以坐下哦。我就跟他说，我现在给你吃罐罐，你要坐下，坐下，他真的会坐下，很厉害吧？他是小聪明。香肠。娘娘，
呀呀，我就可以跟他沟通，你知道吗？呀呀，呀呀，呀呀，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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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嗯，妈妈，墨迹，墨迹，墨脚，妈妈，妈妈。他会妈妈，妈妈，妈妈，哼。自分の話をもうちょっとグルヌジルで 100% お腹空いてちゃうと主人ある。違うって言ってるでしょうが。ずっとめっちゃ上げてるからこんなにもちもちにな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が。用枪的手势，看马手会不会倒下。好啊，那不然就是我下次。下次如果有机会拍合照的话，我再穿麻薯装，然后你就可以打我，然后就这样。我学到了新的技能，单狗训练，单狗训练。我家那个大阪的狗狗也是蛮聪明的。麻薯是猫吗？对，皮卡丘，对，它是猫。快吃完了。吃的好累哦。有试过装死看看麻薯会不会，哦，我有试过三次，对，我已经试过了三次了。我在他小时候我试过一次，他就来咬我的头发，他应该不是在担心我，他应该是只是想要闻我的头发，然后因为太痛了，所以就没办法，我就先这样起来。他说可恶，他应该不会担心我。然后后来应该是半年前左右，然后就试过一次，我就直接倒下地板，然后他也不会过来，他只是就看一下，那就继续睡。可恶的猫咪。然后我忘记上次真的是蛮最近的，因为我很想要他来，他过来，很想要他过来担心我。但那时候忘记是他有反应，但是他真的没有什么反应。クリスマスについて何もしないの？今年のクリスマスも寂しい一人暮らし。クリスマス？何もないね。何もありません。あ、あるよ。クリスマスは友人とリンジェとローローと過ごします。圣诞节是肉肉跟于青跟阿姐一起过，不是寂しいますです。麻薯反正煮冷死了，我都会再复活，跟你一样。你死了还是会复活。なんでミレイちゃんじゃない？いやミレイでも全然どれでもいいんだけどね。ミレイが来たいというならば全然一緒に過ごしますよ。それはもちろん。ロウロウと一緒にいるって言えば彼氏といても気づかれない。いや本当だから。4人でちょっとね行きたいところがあるのだからね、そこに行って写真を撮ってみんなに見せるね。店長拜托照顾了，谢谢。哼哼，不是我照顾他，是他照顾我。所以圣诞节没活动，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只是在做计划而已。我们常常都这样子，哎，几月几号要去哪里哪里吗？好啊，好啊，然后就叮叮叮叮 ，AKB48 经济部叮通告活动讯息，哎，活动消息，几月几号？真假的？那一天我原本想要跟谁谁谁出去玩，结果对对对，就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我们真的只能跟成员约好，不然我跟同学啊，我今天也是好生气哦，我今天就是，哎，不是。前几天我跟大一的时候很好的朋友都不一样的系的，
所不同系的朋友，然后就约吃饭，然后已经预约了，已经订了那个餐厅。之后今天收到了一个工作培训时间，然后就真假的，然后就跟同学们说对不起，几月几号我又培训了，我没办法到，就是希望下次可以跟大家一起吃饭这样子。然后他们说那几月几号可以吗，就是他们为了我一个人改时间，虽然已经订那个餐厅，但是他们也为了我就改时间嘛。对，然后我真的希望不要再改时间，可以顺利的跟他们一起吃饭。对，所以我也很不好意思跟同学一起约去吃饭那些。如果是成员的话，就是成员很体谅我啊，就是他们也是一样嘛，就是哪一天约哪一天，但是哪一天有事情有工作，他们也有工作啊，所以就不会怎样。但是我跟同学约好了，然后后来就放鸟这样子，很不好意思。谢谢田中的告白气球啊，谢谢告白气球，记得带上我，谢谢。带上你，阿华，12月19号有活动哦，在野诞城，不知道有谁。19号我也不知道，就是活动来的很突然，你知道吗？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谁，我真的不知道。很多事情都是差不多一个礼拜或是3天2天前才会知道的，所以不要问我。クリスマスの写真？何それ？都去就知道有没有了。对啊，都去就知道有没有我啊。我也会努力，就是我也会努力。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不知道要讲什么。谢谢静的枫叶。不行，像过那样。有吗有7号。19号是什么活动？请问19号的活动是什么？不要念我的礼物没关系，谢谢。我都要念啦。野诞城的毛孩活动，野诞城活动，真假的？有 AKB48 Team TP 在野诞城，真假的？我怎么不知道？但可能会有我，我也不知道，因为是野诞城啊，野诞城我很想要去。我今年还没去野诞城哎，我超想去的，那边人超多的，一定很好玩呢。どれだけでかいなめなのか、あ、見る？こんなにもでかいです。あのね、UFO 焼きそばぐらい。现在麻友知道了，那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我不知道？奇怪，不是在板桥站。我礼拜日去过，在外围就放弃了，人太多。对啊，人超多的，超多人。那我还是想要去拍，因为我去年有去，然后去年的灯都是粉红色跟蓝色，所以拍照起来真的没有很好看。那今年好像是白色的光比较多。たくさん食べて大きくなるんだよ。はい、ハリオパパ。マヨ一定已经去，差别就是在台下还是台上。对。都不说对呀。なんでそんなに野蛋城に行きたいの？あそこは出口多いだから嫌い。Hello， 微信。まあどうせこの後見れんのやけど。どういうこと？この後見れんのやけどって。もうそろそろ終わるよ。あと10分ぐらい。お腹いっぱい。
다행이다. 오나가가 이빠이니 나니마시타 고치소사마 가去洗衣服了. 真的 我等一下再洗. 오나가이빠이다. 眠たい. 오부타산네. 오부타산다와. 오부타산 眠たいわ. 看到没有满足的肚肚了，最近又变胖了，肚肚的部分，唯一瘦的部分，我的肚肚，吃饱就想要睡，猪猪，对，马友是马友猪。 剩八分钟哟，大家有没有想跟我聊天的话？因为我这周都不会开直播了哟。因为这周我忙的这个报告，所以我没办法开直播，所以这周就只有今天。我爱马友先讲先赢，分组报告对分组报告。 就是今天讨论，然后明天也要讨论，后天也要讨论，然后礼拜五就要交，然后下个礼拜就要 presentation 了。今天才礼拜二哎，时数到了吗？到了。时数是什么？<笑>什么时数？ 终于有口红了，我刚刚没涂口红。报告加油，今天也让我看到了吗？说谢谢，不会谢谢你哦。会忍耐的13号取消了，也看不到麻油了。嗯，对。下个礼拜 presentation 我要去到 audience 了，直播时间够了吗？什么叫直播时间？够啦。反正我这周没办法开了。 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哦，没有什么问题就要念排行喽。这口红好好看吧？我朋友的朋友送我的，谢谢马友。哎，哈里さんが中国語を覚えている。素晴らしい。谢谢小五的 love。Christmas について話はそんなに少ないの？悲しい。クリスマスって何するの？逆に。 크리스마스는何をするの? 何もしないよね 結局 小五谢谢你的 love 小轩没有念白寒罗 20号在海大可以看到你 对啊可以看到我了 至少有5天看不到麻油难过的滚来滚去 リア充你的名ながら爆発させる 记得为麻薯小姐逛逛她等很久 他真的是，哎，你知道吗？他现在是在桌子上看着我，然后就他是这样子，他是这样，然后这样，他是这样，他真的是这样，超想的，我超想，<笑>他一直等我。现在Cookie的不来签到，等吃的等吃。 クリスマスはサンタに、あ、そうなの？サンタに変身するの？マヨ好像猫、对、超像。我越来越像猫咪耶、怎么办？我真的，我的行为那些，就是我吓到的时候的叫声那些，真的很像猫咪。我像这种有人吓死我，然后就我自己被自己的叫声吓到，知道吗？你看，我为什么我要这样念？ 本当に本当にね最近寝こかしてるわやばいわ。これなんか驚いたことに驚くっていうよりもこの声出たことに驚いたもんね。因为你养猫真的，养猫有差。好，那今天草。
ティッシュメンジョンガニー、ジョンガニーのなんかあのダートっていう絵が変わってるからもう読まな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天的第九名是 Tom， 谢谢 Tom。 今天的第八名是 Cookie， 谢谢 Cookie。 今天的第七名是小三美玲，谢谢小三美玲。今天的第六名是落日与小小，谢谢你。今天的第五名是 Rex， 谢谢 Rex。 今天的第四名是小五，谢谢小五。今天的第三名是田中，谢谢田中。今天的第二名是在宜兰吗？这是宜兰吗？谢谢你小勋，谢谢你小勋。今天的第一名是 Kix， 谢谢 Kix。 Hello E 雨翼，诶，上次也有来哦，开心。打扮的猫猫叫病毒越来越严重，对啊，今日帰るのめんどくさかった。もうそういうそういうとこよ、そういうとこちゃんと見てる、見てるよみんな。謎の上から見せる。 Hello Hello Hello， 还有三分钟。欸，大家有看那个吗？ Reset 公演的日期吗？哦，记得哦，记得来找我。而且我现在真的要开始练习了，不然我的体力变不好了。对， reset 公演看好了。头痛怎么办？头痛怎么办？就多看麻油就不痛了。昌静晚安，静晚安。啦啦 reset 对，来年的给多说的哟，来年的哟。もうすぐやん言って。想看现成的麻油的肚肚，麻的肚肚。哦，可以耶，好像可以。可以看到。哎哎，台湾人不是日本人。谢谢麻油，我会想念你的，但我先去看。哦，纸房子很棒。别了瞧，别了瞧，别了瞧，也不知道哎，也还不知道下周什么时候开直播，我不知道哎，对不起。只有来修看啦，留开的我在吗？国语厉害了，谢谢你。可是我差不多要关掉了，希望下次你可以来找我，不然就是帮我追踪我的 IG， 我叫藤井麻油，好多没照。谢谢你哦，谢谢你追踪我，羽翼，拜不拜不，麻油再叫你来看 reset 啦，可以的话，注意保暖，不要感冒啦，大家也是哦。嗯嗯，好，安恒，谢谢你的 love， 直播ありがとう、楽しかったよ。ハリパパバイバイ、ありがとう、いつも。身体小心身体哟、哦，好的。お疲れ様。好。こちらこそ。晚安晚安晚安大家，就算不可以也要叫肯尼森来看。拜拜，麻油姐姐拜拜，やっと終わった、やっと終わった。つなみたん大福。おやすみ。有个好梦，祝你们好梦。完了。まだ帰るみたいな。哎，静おやすみ。多多晚安。还不关掉的麻油，还剩二十秒，再想要。谁想要说最后的晚安？妈呀，眼睛超大，嗯。麻油大姐姐，晚安。不要关。啊，可以关了，拜拜。